好，投资人很关注，这是金管会昨天宣布了扩大限股当冲机制，开放先卖后买，200档股票呢将可以全套当冲，从6月30号起就要上路了。这有助于提升台股的动能，成交量可以再增3%到5%。那么同时呢，对于国际对台股的评价也会有利。那么这也是近30年来双向限股当冲首度解禁，而这个做法呢，进入8700点而高档震荡的台股，等于是注入了多头强心针，尤其明天摩台指结算，市场估计外资将会拉高结算。